主料，对虾250克，辅料，糖、盐、白酒、醋、老抽、胡椒粉、葱、姜、蒜、辣椒、花椒、桂皮、花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对虾洗净。准备好调料，把对虾放入干净的器皿，把姜、蒜、辣椒、葱节、花椒、桂皮、花椒放入，倒入香醋，倒入白酒，倒入老抽，放盐、糖，放胡椒粉，搅拌均匀，密封，放入冰箱腌制一天，腌制好了装盘即可。这时只需用牙轻咬虾肚，用嘴一吸，又肥又鲜的整条虾肉就进入嘴里，真爽。盘中是一只完整的虾壳。烹饪技巧，此腌法盐要多，酒要少，老抽要多，有着浓油赤酱的特色，也可以放蚝油腌，味道更为浓郁。醋不可没有，放醋一是杀菌，二是虾壳发软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